大家好，是老刘，还是来解释啊，解释是老不一样啊，我去这个村子里，到处找一下啊，看有没有好东西啊。明天能够自己来，包车就来接我了，要能够来接我去上班。买不起了，买不起了。对哦，我还可以付房，就付啊。我就付啊，可以买个嘛，就买个嘛。有买啊？有买，可以拿来看嘛，来货品嘛来。拿来看。看具体嘛。你这里拿来看看了啊。啊，那山里来，坐车啊。 好，看看它。好。还骑到什么样嘛？要什么？毛尖，小过去的。这个王是老王啊，老王都在看守所里关着。拿下，拿下，看看啊。这个王是，这个字不认识啊，这个字王是我的口语啊。再一个，看下，下面再看下啊，你拿着这个啊。这个王都在了，老还是老的啊。可能有个几十，那是你没保存得好了，你些有些没保存得好。以前也有人看过吗？也没看。他说，因为你，那就你家里头允许都卖吗？谁能够真给卖个？我估计卖不回了。价格也不值钱了，所以那里，这个里的也有多少钱？一千块的卖，卖了几个五卖。一千块的卖。这个我具体的我都是也没查呀，这个是明价不是明价的，都是我也搞不清。但是看到这个娃娃，还是我刚开始可以啊，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两户老婆，所以呢，这个到一千一千块钱，800块钱了，可不可以啊？ 700块钱是小一点的，800块钱了，可不可以了？800块送人家。为了你这货在家里没好多用的嘞，哪里来块？把我卖。不卖啊？卖差不多了，你现在你不是你买到钱，我货到你袋子里也不是收好方便一点了，你也买什么东西吃的方便了？也不卖。卖啊？这不允许卖。不允许卖？那你那里你买的话，你不卖的就不会骂你了。 我们这就是钱，这些也不卖。就这些也不卖啊。去年这些卖，这个鞋鞋啊也是什么鞋啊是什么？那个人家娃应该是可以。好了，800块钱了，800块钱你也走，你也可以，这买可以嘛？那因为很便宜，很怕了，东西不是太好了。你给钱块钱，我不给卖。我也说一点了，我一千块钱了，千块钱我也认为这个，反正我也给他卖了，赚你也便宜，要800块钱能。啊，你那个给哪个弄的？不给。 啊，交不快钱？你交不快钱？好了，我还这你，他鸟像你好像鸟户看起来是一样的，怎么？哦哦，不一样，那个是有点一样的，他画的是一模一样，是一模一样的呢。你给我拿一下看看，鸟户好像看起来拿一户，你给我拿一户啊，你拿一户好像看起来那个头是一样的吧？打开给我打开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一个金子，要差不多的，是一个头啊。 嗯，那是，这个字这个路款用在这里，这个用在这一面啊。900块钱，反正还好多地方拉黑的，我管它。两户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我的话还是我的口语啊，只是品相不能太好了。这是没问题啊，等你话还是没问题。好了，不可以，900块钱了啊，900块钱我拿钱给你啊。900啊，你收一下啊。
差不多吧。嗯，好好，走了啊，放山啊，感谢啊。你讲有一次那个女的交了这块钱，我卖的九五块钱了，你跟她说了，这个你还一烧的话就没太多烟去了，烂了啊。嗯，好，放山啊，走了。